你唔好成日咁好唔好啊？已經唔係一次噶啦，次次都係咁。我都有嘢做噶，成日同你跟手尾。他们最后真的会死的。总会有人回来拍一些照片的。真的会死的。没人来救他们的吗？那你也挺残忍的，看着他们死都见死不救。那为什么他们要死啊？如果不是執到這張東西，我都不知道有這裡。不過你這些又不是商業的東西，怎麼會有人來看？那為什麼會叫 To Earth 的？我以為關地球關外星人士。每個人都有多少問題。不如幫我拍吧。為什麼？你個人咪又係咁多問題？你想點應啊？有冇過 jam 啊？唔該。食埋好酒啊，關門。我仲未諗到點死喎。諗唔到點死，咪唔好死咯。做咩一定要死啫？因为当一个人接近死的时候，就会有人接他回去属于他们的星球。我只是想看有没有架飞船来接我走。不觉得他们玩玩一下吗？期盼那曙光，迷信那远方，在尽头之外，或另有地球，谁能带我远走？笑我荒谬，就在万年之后，就让我归家，不必扭曲但失救。家沒氧氣。我這裡都沒有。喂。
其實你成日飲檸水咁健康，做咩要食煙？飲檸水你為咗健康咩？唔係點解咁酸都仲要飲？食咁多煙唔驚生 cancer？ 食煙會怕生 cancer， 所以唔食。咁既然明知人會死，點解仲要咁蠢放咁多感情？咁你而家咪又係食緊？咁有咩好驚喎？不如你幫我影啊！其實啲北極熊好慘，佢哋根本都唔想死，睇見佢哋得翻排骨真係好唔忍心。點解你可以睇住人死都無動於衷嘅？人要到死先夠，會唔會太遲？莫為咗滿足自己嘅道德，令人繼續受苦。佢哋就咁死咗，有冇諗過對唔住邊個？你只北極熊要死，佢有冇諗過對唔住邊個？佢哋根本唔知道自己要死。是个生态令到他们要死啫嘛，是我们对他不住。咪咯，系个环境咁样，先令到北极熊睇唔开。我哋参与得太多人哋嘅人生，残忍嘅系逼到个生态变成咁嘅人。笑咩啊？喂，使唔使翻去睇下佢点啊？我哋唔救佢，冇人会救佢噶。救完佢，咪又继续睇住佢哋翻去受折磨。系个生态唔适合佢哋啊！唔好參與太多人哋嘅人生啦，就係我哋太中意參與人哋人生，先搞到佢嘅生態變成咁。可能學你話齋，真係有架飛船翻嚟接佢哋咧。呢個世界根本冇飛船。
的世界，踏破汹涌的世态，过往疲累的旧已被破坏，破烂都不懂得怎理解，始终荒废的世界。其实点解要叫 To Earth？ 冇读过 Science 咩？啲 energy 生唔到，咪要 Earth 咯。